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永斌师傅，欢迎来到 XO 哈密烹饪教学。今天我要分享的菜肴是开花笑哈哈，希望大家吃了笑哈哈。我们的食材有大红椒粒、玉米粒、羊角豆粒、鬼老盐鸡、鲍鱼菇和面浆。哇哦，开花哈哈笑就这样完成了，感恩大家的收看。